在你们身后有看到那什么东西吗？线的铃铛。对，亮亮亮，对不对？很像一个蜘蛛网。哦，我们这是爸爸用那个线绑在铃铛上面，然后呢，创造一个居家防疫的趣味游戏。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可以防小偷哎，如果小偷过来，你马上过来。好，那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只要听到亮亮亮，他就凹抖，就是已经出局了。对，你只要碰到身体凹抖就出局了。那如果是别人故意弄的吗？故意不行，就是一个人去，一个人回来。那他不小心挥到嘞？不小心挥到，就是有声音亮亮，就算输了。那如果别人故意这轻轻摇一下算吗？我们不会让别人摇，一个人去，然后其他人看。那游戏规则很简单。从这边过去，从这边过去，看到那个红色的球球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。拔下来以后再回来这边，就算是成功。OK。可以哈。那谁要先？我。啊，那谁要猜拳啦？加油！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妹妹先，慢慢的哦，慢慢的。爸爸可是布下天罗地网。慢慢的哦，这样这样这样就输了哦。你哪里啊？哦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做。行不行啊？哥哥，你不要挡。我要听声音。哦哦哦。他不然碰到一点，只要没有听。没关系，有亮声音才算哦。啊？他这样都碰到。碰到了，但是没有。哦，亮了，亮了。OK， 换哥哥。换哥哥，好，换。好，换哥哥。太多铃声了吧？好，再来哦。第二棒换哥哥，预备，开始。帮你压蹲着。嗯，好，还有没有声音？屁股，好可怕哦！听到了，听到声音了。好，是奥豆，来。安娜。换妹妹，换妹妹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Go。我大概知道是怎么走了。大概知道了。只是如果是身体碰到就有声音，有点太夸张了。你还要认输？噔噔噔噔，哦，叫我 go！ 好，我碰到了，你只要听到声音，锵锵锵就要出来了。来，再来换哥哥，预备 go！ 今天要打哪都胜利。哎呀，不能碰到。碰到，屁股太高，头太高。再低一点哦。救命！救命！走慢一点，才不会撞到。你已经碰到了。还没有铃啊。只是声音还没叫而已。然后有了声音了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。那碰到了，这里碰到了，这里碰到了。好，出来吧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还有最，哇，碰到了，我直接把打爆了。哔哔。我是。好，接下来换哥哥 ，Go。那边换你攻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。再加油！快点，我。没有你，慢慢走。慢慢的，呀呀吧！你都还没碰到，我帮你拉长一点。不可以，不可以碰它，这是妹妹碰的，妹妹不可以碰。我只是要帮她。不用不用，不可以碰，不可以帮忙。哦，哥哥已经，不能走那里，真的。那里你过不去，试过了，你要用别的方式。就要站起来。对，你应该要站起来，小心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。等一下还可以再玩第二轮吗？这两个挡住我，你是叫我怎么站？站起来，跨过去前面。这两个挡住我，对，跨过去前面，再跨过去就有了。侧边过去，转过去，侧边。哦，碰到了。哎，他已经有个那个了，大概知道怎么玩的，来回来吧。好，换阿妹出发。来吧，加油！我们一定要拿到球球。哦，
有听到亮才算哦。碰到绳子还好，就是如果听到那个铃铛有亮就算输了。哦，小心小心，小心看一下看一下，很可怕哦。看一下，起来起来。就是你拿到学步行黑过去，爬过去。爸爸在说不。快过去，不要动不要动。对，再蹲下去就有了。蹲下去就有了。但是拿到球不一定可以。哦，有了。拿到球，好，拿到球。哎，不一定。拿到球，拿到球不能不一样哦，要回来喽。可以安全回来喽。哦，先起，对对对，这个就不能教你喽。啊，碰到了，碰到了，粘回去，粘回去。好，碰到了，碰到了。好，妹妹刚差一点点，换哥哥。对，出发。加油！你要跟我姓一样，当。你可以学妹妹的方式。知道。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不可以碰到！危险！危险！我刚才一个是这样。好危险！我刚才是这样，然后呢？对啊。然后用脚靠过去那根绳子。哦，这个啊，碰到了，出来吧。哎，爸爸，你很奸诈哎！超奸诈！加油，阿妹！就你最有机会了。拜拜。哇、哦，你看那个小短裤最刚好了。我希望我这边走，因为等一下哥哥你会不会全部脱光去爬？哎，这样会露点哦。哦哦哦，才碰了，差一点点。我在摇哎。啊，出来吧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换你。太多人分。出发。危机重重，虎打妙算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我要听到那个铃铛的声音。铃铛声音有就是输了。嗯，对。哎，如果你真的没有注意的话，这边很容易碰到。对，这是我设的陷阱。嘿嘿嘿。嗯，你就专门的坑我们。对，不能往只往上面，也不能往下面，到处都有陷阱。哦，这个就要起来喽，这里就要起来。我先提醒你哦，这是这里就要起来。再往这边一下。好。碰到我。小心你又哦出来了，少林阵啊！快阿妹 go， 加油妹妹，现在最有机会喽！我们要给他加油，听到声音就算输喽。我刚才好不容易爬到厕所里，小心下面的线。我怕怕，加油！哦，起来了，有机会，已经靠近80分了。哦。99分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有100分了吗？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他碰到了，哦，100分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重点是有声音，拿到球了，哒哒哒，重点是现在怎么要一样的回来，安全的回来哦，啊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好，换哥哥，猜一秘密就成功，哦，都还没成功哎，你看这多刺激，猜一秘密你就是奸诈，听到声音哦就输了，你就是奸诈，是谁？你要听声音，听他的声音。叮叮。哦，输了，又是脚。哎、欸，两次了哦。很奸诈你。好，换妹妹，出发 ，Go。讨厌嘞。出发 ，Go。讨厌，爸爸。小声，小心，小心。我来帮你拿起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要害他，阿妹。小心，小心，有声音才算哦。碰到还好，就是不要有锵锵锵的声音。哦，你看，小心，小心。有声音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对对对。碰到了，太可惜了。差一咪咪。差一咪咪。出发。出发。你就要离那个线看远一点。可是我变低耶。真的？可是我变低。好。变低，来吧。你说这个它又怎么滑下去？没关系。一样，一样也是很困难。发出任何的声音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晚上看在地板，可能很可怕。我给你切了。
哦，碰到声音了。好，好，阿妹 go。别加油，我相信你，小猪猪。加油加油，看脚。弟弟，有给你送吗？我怕他没铃声。没有啊。哦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你看他这个时候就会起来。碰到竟然没有铃耶。对啊，但你看，如果碰到就马上拎，就这样就很难玩。哎呦，没有拎呢。好，拿到球第三次喽，碰到拎就会叫喽。他真的运气好好，重点是回来的时候后面有碰到了一点点，碰到了要回去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开始。加油。醉。哦。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你看我。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你说我都不看后面，你不能这样说我。好，加油。因为你头只能往一个方向，又不能直接往两个方向。好，这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过来就可以慢慢要起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时候就可以起来喽。好可爱哦。这时候就可以起来了。学可以学妹妹的方式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就起来了，有感觉，有什么感觉？有。妹妹就是这样玩的哦，出来我就不会再提示了哦。啊？出来我就不会提示了。要提示好不好？来喽，来喽，有了有了，这个时候就要侧往下，然后侧边进去。对哦，进去摸到球了啊！球，像刚才一样，像刚才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快点来。像刚才一样。你要像刚刚一样回来哦，啊，侧边，小心后面。妹妹都没有注意到后面来了，这我就不教了。好痛的，这里就不知道了。靠自己，靠自己。我不要玩第二了。靠自己，靠自己，靠自己，靠自己钻，小心那个下面，对。他们头，下去，头下去。你要用趴的出来哦。也是可以啦，就是趴到底，可是你就要小心了。阿妹，接过。好。小心，差一点，看前面，你的肚子。看肚子，前进。肚子。脚，抬起来。成功！耶！成功了。打到球球啦。有没有开心？也安全回来了。超开心的。好吧，那我们玩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妹妹差一点点就可以出来了，就那么一小分。对啊，哥哥刚刚很 lucky 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游戏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哦。而且爸爸超奸诈。有上有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花一点时间啊，做这些东西弄一弄也花一点时间，可是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给小朋友运动，很好玩。好咯，那最后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一轮是滚爸来拍，我是滚爸，换我来挑战看看自己设的陷阱有没有？对，好来，自己设的陷阱要成功哦，没成功的话，既然我们都挑战成功，爸爸更不用说，一定可以。如果没成功的话，爸爸超奸诈，直接跨哎！长腿公式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个长腿公式吗？它可以越过好几条线，因为只有大人才可以越过这个线。超奸诈的哎！耶！很奸诈你，作弊。